相授，表演者朱鹤松，掌声有请。感谢您的掌声。来到这个舞台上啊，心情特别激动。这是德云社刚开箱第二天演出。来到这儿啊，平时熟悉我们朋友知道，我一般都是对口相声啊，或者群口相声。因为这次啊，我们少来了一个演员，所以啊，我上来啊说一段单口相声。这单口相声不好表演，为什么呢？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给您讲故事，不跟俩人似的。这俩人啊，一对一句啊，产生矛盾，引发笑料。这一个人呢，不能跟自个儿有矛盾，是不是？您看表演风格不同啊，也不能说有人说这个你这个逗哏演员啊，这个言语上战胜了。但是你不能台上自己怼自己的，所以说他这个包袱就比较少，所以说就没有那些特别密集的笑料了。所以观众们不要灰心，我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啊，我讲完了下去，后面都是精美绝伦的包袱笑料就都登场了啊。我给您分享一个小故事吧，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的发生的事情。您看我们平时上这长春演出，这算出差呀，还有去这个哈尔滨、南京，这是在外地演出。一般平时都在这北京，北京那是大本营，旗舰店都在北京，在那儿演出。有时我们也出去玩去，也转悠转悠。有时上哪儿啊？上这动物园儿。上这动物园不是说上那种正经的动物园啊，也不是那种不正经的动物园。因为呀，我们有一先决条件，我们有一个师大爷叫于谦于老师，家里有这么一个天津地华宠物乐园，上那儿可以玩去。人上这个正经的那个动物园里头，他隔着栅栏啊，隔着这个围墙啊，您不能跟这动物零距离的接触。但咱要到那儿，咱不是外人嘛，是不是？可以走进去跟这个小动物啊接触接触，对吧？一块玩玩。而且人那有那个班儿，有亲子班儿啊，也有成人的班儿。成人在那儿可以骑骑大马，要带孩子去了呢，能带着孩子骑骑那小矮马，说大伙都非常了解。不光有马，还有别的动物，特别大型的没有，有什么狮子呀、犀牛啊，这些都没有，因为他要有这些的，他就犯法了。你这大型的猛兽他们没有，就是一些比较贴近生活的动物，什么马呀、牛啊，还有鸟类特别多，非常的多，各式各样鸣鸟、鸽子，都是这些。不光有这些，还有什么呀？驴。那个朋友说，这驴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实话实说，这驴确实没什么可看的。他就养着这个，为了这个物种的全面性，引进了这么一头小毛驴儿。四鼻子非常长，尖耳朵，小白鼻子，小黑驴，特别的黑，身上就跟小缎子面似的，养的驴。但是这个看管这驴的这人呢，没看管好，这驴啊半夜就偷偷的跑掉了，跑哪儿去了呢？跑这北京西山里边去了，跑到森林里边去了，这驴跑了。这驴啊，它属于这个家养的动物，它没有特别野生的。要跟那些野驴，那蒙古那边有蒙古野驴嘛，那咱们这边就是人工驯化，所以到了这个森林里边没人管它了，它特别开心啊。这有草啊，有树，景色也好，没人管它，没人让它干活，也没人看它啊，自个儿在家还打打滚，特别开心，高高兴兴的呢。自己就做了四句诗。那位朋友说，这驴会作诗吗？我告诉您，那驴它不会作诗，我会作诗。不是说我丑化自己，说我是驴啊，是我替驴表达出它的心声。驴做了四句诗是什么呀？说绿水青山景色幽，山泉瀑布水长流，遍地青草吃不尽，我这一生一世不发愁。这驴太开心了，当时可就跳上舞了。
不是说跳什么踢踏舞、发雷舞啊，不是这些舞，跳的是什么呀？发财舞。怎么跳呢？发财，驴哥带你发财，发财驴。哎，他就跳上舞了，太开心了，打开了腿啊，就跟着就嚎上了，这么高兴。打对过来这么一只老虎，老虎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兽中王啊，多厉害！老虎，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在人口下为食啊。那老虎想吃什么就逮什么。这老虎打对过就过来了，这驴这一看老虎，当时可就害怕了。哎，这是老虎啊，这是，身上散发着王者之气。驴当时掉头就想跑啊，那腿都吓软了，他跑不了了呀。这功夫，这老虎也看见这驴了。老虎在森林里成长，他没见过驴。老虎也纳闷儿，哦，这是什么怪物呀？这是，这么长耳朵，这么黑，四条大长腿，这是什么猛兽啊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怪物呀，这不是森林里的吧？要我也跑得了，这太可怕了呀！一叫嗷嗷的呀，这个还能让老虎发财吗？这老虎也纳闷儿。所以说，这不管是动物和人，看见这个未知的东西啊，他都害怕。您就看，比如说咱们走上外边玩去。走这个山区里边啊，走这森林里边，一般都带着一把雨伞。带雨伞不是说这包袱笑料啊，说带雨伞怎么跟人搏斗，搏斗不了，遇见猛兽搏斗不了，拿着雨伞哎探个路啊，遮个雨，这种功能。这老话说得好啊，狗怕猫腰，狼怕蹲。什么意思呀？就说这狗啊怕猫腰。其实我把这句话分析了，不光狗怕猫妖，人也怕猫妖。你想猫妖多厉害呀，有九条命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狗怕弯腰，这是我精心设计的一下海报。不过这个要有一逗哏的多好，我早骂上他了。狗怕弯腰，狼怕蹲。您说遇见这狗了，遇见一条野狗，您这一弯腰，这狗掉头就跑。为什么呀？怕您捡着砖头砸它。狗怕弯腰，狼怕蹲。您看这狼了，您扭头就跑，您放心，您跑不过狼，您跑不过它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您一蹲下不动了，这狼看着也不知道，也不敢往前，您跟它僵持一会儿，狼自个儿自讨没事，它就走了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这老虎看见这驴，老虎不敢往前，这驴吓得也走不了了。索性心里有主意了，我呀，我给他来几句话，我吓吓他。正好驴在这山坡上，山坡上有块石头，把这俩前蹄往上一放，做了这么四句诗：说两耳尖尖，四腿长。中朝每日在山岗，昨天吃了两只虎，不够我又吃了四只狼。老虎一听，啊，哎呀，这个怪物太可怕了，吃了两只虎还吃了四只狼啊，我跑这儿给他送点心来了。老虎是拨头就跑啊，跑出20多里地，碰见什么了？碰见一只狐狸，这狐狸就喊他：“您别跑了，老虎，老虎，不要再跑了！你看见什么了？你这玩命跑啊！”老虎说：“这森林里边啊，来了一个怪，这怪物太可怕，一顿能吃两只虎，四只狼啊！”狐狸说：“不可能啊，我也在这儿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就没遇见这么厉害的生物啊？”老虎说：“我看见了，一叫声音声如轰动，太可怕了，咱得跑。”狐狸说：“您别跑，这森林里万物之中您为王啊，什么东西都是您的口下食啊，您过去把它吃了不就完了吗？”
老虎说不行，我不去，我害怕。我说您别害怕，这样您要害怕，我跟您一块儿去，我跟您一块儿去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到那儿咱要能把它吃了，哎，咱俩一块儿把它吃了；要不能吃，咱俩一块儿就跑。老虎说：“我去你的吧，我才不去。你我到了那儿，他一吓我，你一扭头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”狐狸说：“这样，我想一主意，咱俩谁也别跑，咱俩把尾巴拴在一块儿，尾巴拴在一块儿，谁也跑不了，咱一块儿去。”好，这老虎跟狐狸俩尾巴就拴在一块儿了，就找这驴去了。到了那一看，哎，这驴还真在。驴一看，哎呦，这老虎这没吓着啊，这是怎么又回来了？这老虎说了四句诗，怎么还变异了？尾巴上怎么还长一狐狸呀？哦，不是，这俩人尾巴呀系在一块儿了，这俩花就过来了。狐狸一看，您说是这个吗？是这怪物吗？老虎说是。你看多可怕呀，四条大长腿，那么长耳朵，还大白鼻子，这长得多凶啊，多可怕呀。这驴一看，坏了，这一个老虎我都对付不了，他又带一狐狸来，这狐狸多狡猾呀，我肯定斗不过他们俩呀。我再给他们来两句，再给他们来两句，把这旗子往这石头上这么一搭，又给再来了四句。我说耳朵大来，鼻子白，叫声狐狸你才来。昨天许我两只虎，怎么今天就牵一只来呀？老虎当时一看狐狸，你拿我当快递了？你是饿了么呀？你是？老虎听完这扭头就跑啊！老虎那跑起来，那四条腿多有劲！唰唰就跑啊，狐狸在后边哇哇哇，带着就跑了。老虎心想：你可是坑坏了我，我也是信了你，我能信狐狸的话吗？老虎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，在狐狸早找不着了。那狐尾巴多粗多长啊，早给这狐狸甩蹬死了。跑了二十多公里，在这树底下赶紧喘口气儿，就是喊这老虎：哎，老虎，老虎。老虎一看，这又谁喊我呢？谁他妈平时见不着，怎么今儿都见着了？谁喊我呢？老虎抬头这么一看，哦，树上有个猴。老虎就说：啊，树上骑个猴。我说你跑什么？你跑什么呀？这么大老虎，是不是？呼着那喘往外跑，以后你在森林里还有面子没有？老虎不是，跟森林里来了一个怪兽，这个怪兽实在是太怪了，太怪了。我说您看见什么了？就是黑一身黑皮，小白鼻子，四条大长腿，一叫起来声如洪钟，毛毛的。我说这什么动物呀？万物之中您为王啊，都是您的口下食，您到那儿把它吃了不就得了吗？老虎说它太厉害了，它一顿能吃两只虎，能吃四只狼啊。昨天狐狸还给他送了两只，取他两只虎呢，今儿把我带去了。要不是我机智灵活又勇敢，我就死他嘴里了，是不是？猴说：“对，我跟您一块儿去。”然后说：“你别来这套，刚才狐狸还说跟我一块儿去呢，这回我给你。”老话说得好啊，老虎不在家，猴子当大王，是不是？您要不在，我在这里，我是最聪明的，最伶俐，我给您出招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人类不有这形容人聪明不有那么一个吗？说你沾上毛就是猴啊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也有沾上毛就是直发的。不是，就说这人机智，咱没有别意思，说这人聪明伶俐，有这话。你看这人太聪明了，这孩子多好啊，沾上毛就是猴，有这么一句话吗？老虎说：“行，你上来吧，你上来，上来。”我这猴又到这儿了。哎，看见这个驴了。驴说：“你老虎，老虎，要不你就把我吃了，我也就不作诗了。要不你就不要再带着别的物种来了，好不好？你刚才带一狐狸，就带一猴。”老虎跟这猴到这石头边就等着这个驴。驴说：“别问了，我还得作诗。”俩前腿往这一搁。哎，他必须得背这词儿，他要没背下来词儿呢，他得看个词儿。我这个驴啊，天地也不容易。您说我来吧。
我昨天晚上没吃饱，今天正把老虎找，我是连猴带虎一块瞧，你们两个一块也跑不了。这虎跟这猴在这等着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吗？哎，说的不错，好，再来一个。比如说你拿我这当定场诗这么听不行啊。我说一诗有多费劲，我说四句诗我得看八遍了，是不是？脑子也不行，眼也不行的。猴说，老虎，虎哥您看见了，没什么新鲜的，没新鲜的，这我知道，这种东西叫驴，这是驴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您发现这故事吗？所有的动物都认识驴，唯独老虎不认识驴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是一个爸爸，他就得不认识。那也没什么新鲜，老虎一看，哎，这驴太幽默了，每次说四句诗我掉头就跑，我也没给他鼓掌，是不是？他说完就完了，他等什么呢？等我笑。什么意思呀？老虎也纳闷了，猴说您这个时候你不吃它，你还等什么时候？老虎一听太对了，老虎上去当啷一口就刀上这驴了，咬到哪儿？咬到驴屁股。为什么咬着驴屁股？驴屁股哪？驴屁股肉多呀。俗话说得好，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。吃了一口驴肉，二十多斤，嘎吱嘎吱嚼完了，疼的这驴可是不行啊，哆里哆嗦的，这哗哗流血。驴说不行啊，我临死之际我还要再做四句诗啊，我必须要做四句诗，不然我下不去了。这驴小腿往外一拐，做了四句诗，说想想老虎你太猖狂，咬得我屁股疼得慌，明天咱俩再算账，我要把这山中的猛兽全吃光。他还吹呢。感谢您的精彩讲解，谢谢。